同学。大学校园博览会三月份启动，大家跟着大叔一起到台大校正现场吧。一大早来到台大校园，还没有什么人潮，媒体中心伙伴开始准备摄影器材。人力银行征才摊位也在进行场部与相关准备。方哥正在拍妹子，嫂子，方哥正在拍妹子。开得很开心，你看他表情。啊、他很严肃的啊。这是台大校正的任务哦。没错。一大早，医妹中心要出动了。耶！开工喽！开始采访现场征才企业与现场学生。我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。欢迎加入妇女，欢迎加入妇女，欢迎加入中心，欢迎登场。除了知名企业征才之外，现场美眉也很吸睛。同时呢，在我们接下来的征才活动当中呢，也要再邀请本身就读电子电机资工系的同学。知名企业台达电子人资长接受专访，针对台积电释出征才讯息，我们也在现场采访学生意见。看完喽！我们今天工作超认真的，要不要发表几句感言？没有，光哥拍妹认真，光哥拍妹最认真了。这句话把我剪进去。Oh no！ 都遇到同仁喽。现场抽10000元活动吸引大批人潮聚集在摊位前面。我们整家好伙伴人燕也在现场。
忙碌的周末加班，大家走到快踢退了，但还是圆满完成任务。